相信许多年纪稍长的玩家看到这个画面，一定有很多回忆涌上心头吧。这款别名《决战富士山》的经典作品《空手道》，最早是1984年时在 Apple II 电脑上首度发行的，后来才又出到了红白机等等平台上。而现在有打造波斯王子系列的知名游戏创作者，也就是这款游戏的制作人 Jordan Magner 领军之下，经过大幅重置的空手道于11月在各大平台上和大家见面咯。跟以前一样，游戏目的非常单纯，就是操纵我们的主角一路过关斩将去拯救心上人。虽然敌人不会太强，还是要在隔挡住敌人的攻击之后再进行反击，胡乱出招啊，可是会被打个落花流水哦。后面的敌人会越来越敏捷，攻击力越来越大，不过万一被打挂了也别害怕，后面还有人排队等着救美女呢，而且一个比一个强，最后啊，到底是谁能够抱得美人归，就要看我们的技术啦。